大家好，阿奇，今集再同大家继续跟进泰国法镜重生之旅。上回讲到，我胆粗粗决定去 Master Place 医院做植发手术，植完发到而家，原来已经十个月啦。而家嘅效果大概系咁样噶。咁喺呢段时间，好多嘅观众朋友都透过我介绍之下，尝试去 Master Place 医院植发噶。医院系采用 FUE 微创植发技术，其好处就系喺头部后方唔会留下任何疤痕。植完发后，医院仲会提供十多次嘅 treatment 服务。而最多观众关心嘅问题就系、是、究竟喺度植发价钱系几多呢？价钱系以 graph 嚟做单位，要植嘅 graph 数越多，价钱就越贵。以我为例，我植嘅数目系大约3000 graphs， 大约价钱就需要22万泰铢。坦白讲，喺呢度植发嘅价钱相对于其他地方可能会贵一啲。咁原因系 Master Place 医院系泰国数一数二嘅整形医院。好多嘅大 case 都会揾 Master Place 医院嚟处理噶。受多年秃头困扰嘅我，而家头发多咗，出去拍嘢、倾生意、识女，唔系识朋友咧，都觉得自信心大咗噶。咁小弟觉得啦，都系好值得嘅。好啦，咁发镜重生之旅咧就分享完毕啦。咁 Master Place 医院除咗植发之外，其实仲有其他林林种种嘅整形服务嘅。大家有兴趣咧，都可以去查询一下噶。大家记得赞好同埋订阅期在泰国嘅 channel， 感谢大家收看，塞克托群。